主持人周群外出旅游好潇洒，皮肤白皙细腻，状态好，手舞足蹈好兴奋。近日，周群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则自己跳舞的视频，引起网友热议。视频中的周群身穿一件浅绿色上衣， V 字领口的设计将他的脖子衬得纤细修长，一头乌黑的长发乖巧地搭在肩上，皮肤白皙细腻，面对镜头的他露出了甜美欢快的笑容。周群还调皮配文悄悄问一声，群姐美不美，他还表示天柱山天空之镜真的太美了，字里行间便能看出他的心情十分不错。网友也纷纷在视频下夸赞周群，表示由内而外的美，群姐穿上古装跳会不会更美，甚至还有网友调侃大呼阿进，快来，群姐又开始跳舞了，阿进已被逼得语无伦次。有一次周群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则视频，只见他素颜出镜，吐槽起阿进出门带五个保安前后护送，阵仗十分大。而阿进也曾因为在周群直播时为他刷了辆跑车，自曝与老婆吵架，还在社交平台专门发视频吐槽周群，表示礼物收了就收了，你还要讲，还要晒视频，甚至直言希望让他低调点，把他老婆屏蔽掉。近日两人还因为周群在天柱山上跳舞吵了起来，因为此前两人经常互发视频较劲，周群跳舞阿进也发视频与他斗舞，阿进外出游玩也不忘记调侃挑衅周群，于是网友便一边看戏一边为他们两人的竞争添柴加油，周群一有动态便使劲艾特阿进，于是阿进便发了个视频吐槽周群，你真是无处不在。